没有哪个吻戏拍很多遍、啊、哪个拍很多遍的。我想起来一件事儿，露丝，你记不记得那个吃糕点那场戏的时候，我不是要去把你那个糕点吃过来吗？但那次、哦、我吃太大口了，就是有一个是我手被打了、然后不是，就是手被那个什么弄坏了，然后对，然后呢我就包裹着，然后拿了一个绿豆糕，然后我就含在嘴里、然后剧本里写的是韩硕就是也咬了一口绿豆糕、结果韩硕嘴大呀，那嘴一上来是吧，就亲了我一口，猛咬了一口，我就什么时候加的吻戏，我都疯了。那个绿豆糕一大半在我嘴里，我也很意外啊。但是本来不是吻戏的，是只是吃绿豆糕，结果被他演成了吻戏。我没有，我剧本上写的就是那样啊。不是那样的剧本。咱们分剧本，咱们明天就把剧本打在公屏上。两位在撒糖，真的。在他们两个讲述甜蜜消息的时候，阿豪。